好，今天特别的和大家介绍一下，现在我身上穿的这一款超级漂亮的这一款 Emily Skirt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打领真的是很高腰哦，然后它的长度呢是以迷你款式的这个 skirt 为主的，然后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格纹非常漂亮，它就只是来自一个颜色的哦， OK， 它是真的其实有点像好像 Burberry 款式的这种它的那个格纹，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。弹性那方面呢，大家要注意一下哦，腰围这里完全是没有弹性的，然后臀围这里呢就是稍微的微弹罢了， OK， 微弹罢了。所以大家如果要拍下这一款的 Emily Skirt 呢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腰围拿捏得好。我本身现在是穿着 S size， 然后我们家的球娘是穿 M size 哦。然后这款 Emily Skirt 我们是有来四个 size， S、M、L、XL 四个 size 以供大家选择来拍下来。然后这款的高腰裙，它的拉链是在后面， OK， 非常好穿，非常容易穿。再配搭一个格纹一样的这个圈圈腰带，如果你们选择想要再配另外一款自己的一些腰带，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，也会显示不同版型的那个美感。然后这一款的 skirt 呢，再让大家知道一下前面的这个口袋，它是以这种长方形的口袋，不同的就是一样的格纹，但是就直接添加上去，口袋不是在旁边哦，它完全是两个长方形的口袋在正前面的，而后面就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口袋。然后再注意一下这一点，这一款 Emily Skirt 呢，它的那个开叉是在前面的，但是它并不会开叉的太高，所以不容易走光，也不会太难走路的， OK。 但是它这一款是稍微是有一点包臀，有一点包臀，但是它的裙角就是它的裙摆那里其实也不会太紧的，也是有走路的时候是也是有很多空间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，绝对可以放心。然后我本身自己是真的很喜欢这一款裙，配搭方面的话呢，其实因为这个颜色这个格纹是非常好 matching， 无论是黑色白色或者是一些 dark brown 啊 cream 色啊卡其色的这种系列，绝对非常好 match 这一款 Emily Skirt 的非常 premium 的 quality， 大家真的不要错过。